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45页，945页第一行经文。欲贪往生，请看经文。嗔恚愚痴，愚自后起，欲贪多有，利害生父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。这一共有7句经文，我们要认真学习。经文开头这两句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嗔恚愚痴，愚自后起。以嗔痴二毒助长贪心，这就是根本烦恼上所说的贪嗔痴。因为嗔恚，因为愚痴，这两个助长了贪心，贪嗔痴三毒具足。慧书里面说，三恶相滋，就是这三种不善的念头，贪嗔痴互相滋助，执法邪欲，执像火烧得很深啊，烧得很烈，欲望现前了。这个欲望不是真的欲望，是邪欲啊，邪欲现前了。起什么作用呢？吸引他财，愚己自己，
故曰：欲此后继啊，希望怎样用什么方法把别人的财变成自己的？这桩事情在现前的社会非常普遍，财是这么得来的吗？不是这么得来的，可是许许多多人以为财是这样得来的。财、色、名、利，这四桩事情不但毁坏了正法，让你修学不能成就，同样的也损害了世间法。你想得财富，想发财，佛可以满你的愿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求财富得财富，求儿女得儿女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有求必应。那么现在人求的人多啊，佛有没有给他？佛没有给他。为什么？他的需求不如理，不如法。对佛菩萨供养一点财富，贿赂佛菩萨，这个造的罪业重了，把佛菩萨当作贪官，跟佛菩萨谈条件，你帮助我发财，那我发了10000块钱财，我会拿1000块钱来供养你，谈这个条件，以为佛菩萨都是贪财的，错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财从哪里来的？世间法里头没有财不能办事，出世间法也一样，没财也办不了事。可见的，这是人的需要，但是不能过分，适可而止。啊，真正的原因的财富，是你命中有财，命中没有，用什么方法你也得不到。啊，除非佛教给你。佛教给你的是正法啊，世间人发财的人命里有啊，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命中有财啊，到香港来是他的缘分，我们一般讲机会，发财的机会又遇到了啊，这一桩事情是他的顾问以前有一位老先生看风水
看得很好。啊，看相算命也高明，陈朗先生。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他常常来听经。前些年过世了，啊，他是沈嘉诚的顾问，他告诉我，啊，李嘉诚的顾问，李嘉诚到香港来，早年间初到香港，大概30岁的样子，来做生意，他们两个碰到了。陈朗先生会看相，啊，看他的相，很赞叹他，啊，问他的八字，给他算命，然后就问他：“你在香港做生意，希望拥有多少财产，你就满意了？”他说：“我有3000万就满意了。”陈老先生告诉他：“不止，你的命里面的财富啊，是慢出来的财富。无论你做什么生意都赚钱，人家跟你一样做，那个社本你赚钱。为什么？命中有。”命中财富从哪里来？他还告诉他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所以李嘉诚先生就请他做顾问，啊，大大小小都向他请教。一直到老先生过世，啊，真的成为香港首富。他算得那么准，记住，你命里没有，你想什么样的方法你都得不到。如果用像经上所讲的啊，趁慧愚痴，愚自后己，用这种方法来求财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李嘉诚命的财富是慢出来的。我过去也有人给我算命，我的财库空空，没有。换一句话说，不管做什么生意是，只是有赔本，没有赚钱。什么原因？财库里空的。啊，我的老师知道，张家大师，我年轻时候跟他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你要修法，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富，不要紧。你只要肯修，你命里财富可以把它补起来。啊，怎么修法呢？财布施。啊，告诉我这个秘诀。财布施得财富。啊，你现在没有财富，但是要有布施的心，时时刻刻能想到啊，我们要用财富去帮人，帮助人，果报的财富，法布施帮助人，法布施是讲经教学啊，你送我们印送经书善书，这都属于法布施，我们印出经本来，不是
法布施里头有财布施，财布施里头有法布施，换句话说，两种布施都有。啊，我们就记想到了印光大师一生，设法的供养，他就做一桩事情，通通印经，印这些善书，劝人为善，他做这个。他不做别的用途，遇到灾难、水灾、旱灾啊，这些天然灾害，老法师会从印经的款项里面拨出一部分呢去救灾。救灾是属于无微不至。老和尚这个做法，你看看，财施、法施、无为施三种具足。老和尚欲做感应阅读，啊，他建了一个印刷厂，红花市，是。印足他经营啊，专门印佛经，甚至道教的，你看看感应篇，老法师印了多少文昌帝君印制文，都是道教的因果教育啊，老和尚为我们做榜样，提醒我们，你想真做好事，这是第一桩大好事。印书劝很多人呢，不是劝一个人啊，只要是好书，不一定是佛教的，儒家的书他印，道教的时候他也印啊，他只看这个书本的内容是讲伦理的，是讲道德的，是讲因果的，是圣贤的教诲，这都是他所以要广泛流通的。我们年轻学佛，看到红花社许许多多的资料，对我们的帮助很大。啊，老和尚印的书好，可以称为善本。善本是什么意思？他印的书字很大，看起来不吃力。啊，排版整齐，没有错字，校对非常精确，这称之为善本。啊，我们学佛，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往生了。你看他对后世的贡献，一直到今天，往后啊，红花社还存在，我去参观过。啊，感触很深。啊，我们开一个印刷厂，没有这个资本。啊，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书店，印书的书店。我们也印经流通，时间久了都变成朋友了啊，替我们印，我们也想要希望能够追上红花社的这个水平啊，印刷厂知道我们做的这些好事，
啊，对我们很认真很负责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印了不少书啊，大藏经差不多将近10000套啊，这是最大的啊，其他的这些善书我们追随印光大师啊，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太好了啊，这些年来你看越印越多啊，利益多少众生，书多了才能流传到后世，才不至于在这个世间失传啊，越是好的东西数量要多啊，到处都能看得到。这个是书是法布施啊，经书善书法布施，我们拿钱去印，印的时候这是财布施，所以这个里头有财有法两种都在一起。如果这些书读的人真起了作用，他能依教奉行，这里头还加上一个无微不至，一举三得了。啊，学佛的人如果是读到这一部无量寿经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真正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了，把理论搞通了，思想上真正认识，坚定信心，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48愿度众生啊，真心从心发了大愿，希望求生净土，信愿持名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时候到了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。这是一本书，帮助一个有缘人顺利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功德多大？你印10000本书里头，有一个人这样成就了，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，说不尽啊。何况不止一个人得度，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啊，这是真正命中没有财富就走这条路啊。别人印经在募款的时候多少都不计较，功德都一样，有钱多出一点，没有钱少出一点，1块2块都收啊。看佛书后面的有一个功德名字名单，你一看就明白了啊，这个名单放在经典的后面有作用的啊，让我们命中没有财富的哎，看到了，这是个好方法，我一生能记住，时时刻刻希望我有能力帮助别人，这个能力会随着你的年龄年年增长啊，你命中的财富就这样子得来了。千万不能投机取巧，希望
夺取别人的财富，别人有财富你夺不了，你夺去了他们又生出来了。而我们自己的财富是因为心行不善而漏掉了，命里本来财富不多，会漏光了，到晚年日子怎么过？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用心要正啊，不能欺骗别人，不能伤害别人，一切能顺着理去做，决定有好处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，欲贪就是贪欲，贪我也，贪嗔痴里面的贪心，欲是欲望啊，这个在现前社会非常普遍，哪一个人不贪？念学佛的人也起贪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大家都贪嘛，他就被染污了。几个人不贪？不贪的人家说他傻子，说他头脑有问题，说他不正常。啊，这个大环境教你贪，教你嗔，教你痴。啊，如果我们染上了贪嗔痴三毒，你的十恶业就圆满了。啊，因为贪必定杀生，伤害众生。啊，偷盗、淫欲，肯定都来了。身做杀盗也，口妄语欺骗人，两舌挑拨是非，其余花言巧语骗人。啊，恶口说话难听。舍我权了，果报在哪？无间地狱。学佛的人头脑要清醒，要冷静。你看这个事情，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，自己如果统统染上了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染上什么？你就晓得，染上前途是三恶道。寿命终了，必堕三途。稍稍严重一点的，就是受恶的权了。那佛经上说的，受恶权作的人，是无间地狱。啊，地狱里头受苦最严重的地方是无间的，无间是受苦没有间断，没有休息，从你堕地狱到出来大概要多久呢？要论劫数算的，不是年月日的。那多少劫呢？不是千劫万劫，而是无量劫。
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佛说真实话，佛不骗人，佛不吓唬人，佛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事实。那么我们这个事情能不能做？不能做啊！做了以后是真麻烦呐、啊。维摩经上这一句经文也说得非常好，身熟为本，这个身是世间人的，身之本，就是我们能够到这个世间来，到人道来投胎，来得到人身，他的本是什么？贪欲为本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人要没有贪欲，不会到人间来，他到哪里去了？至少他到天上去了，天人他们的贪欲比我们轻，我们比他重啊！如果不贪念淫欲，就不会到世间来啊！因为贪这个欲，贪欲是最严重的，就是色。他的灵魂投胎了，那在刹那之间呢？啊，我们一般人讲怀孕的。啊，你要没有贪欲的念头，不可能。啊，你不会迷惑颠倒，不会去投胎。天有28层。越往上面去，这个贪欲越淡薄啊，到四空天啊，四禅四空，没有贪欲了，没有贪欲，他可以选择，啊，往上再提升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啊，那就正果了，小乘正阿罗汉，正辟支佛，啊，大乘全教菩萨，这个好。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佛教我，可是贪嗔痴慢疑，我们的麻烦除贪嗔之外，还有傲慢，还有怀疑，特别是对身教怀疑。对圣教怀疑的人都是愚痴，他们有聪明智慧，有聪明智慧听到圣教他相信，他乐意接受，他认真学习，这一生当中就有可能走出六道轮回，
啊。下面举会疏，会疏里头有一句话是：“欲海深广啊，不知厌处。”无增无悲，无富无贫，唯求受己，造杂奔波，故云欲贪等。下面念老告诉我们，欲多占有啊，愚多占有，故曰欲贪多有。因利害相争，一定是损人非己，故曰利害生福啊，竞争。人本来就有争议，竞争的烦恼，现在竞争完全表面化了。小个人，大的团体啊，今天的社会，无论中国外国，哪一个行业不竞争？哪一个行业不是想到损人利己？啊，个人从小孩就教他竞争，好像不竞争，将来就不能够存活，完全错了。这个观念是错误观念，古圣先贤，中国外国都没有说过这个话。啊，福报不是竞争来的，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而成就的。这种福报得到之后，不会失去。没有冤家来破坏，为什么？你是积德成就的，你不是暴发户啊！暴发户是竞争得来的，是用手段，不择手段得来的。啊，正常的富贵人家积德了。还有不是一时间的，生生世世啊，两代积德，三代积德，五代积德，真有啊。个人如是，团体如是，在古代大家庭，大家庭，家庭，家庭是一个团体啊，五代同堂，往上数五代，往下数也有五代，九世啊，从我们自己起，上有父母，祖父母，曾祖父、高祖父啊，下面有儿，儿有孙，有重孙，有玄孙啊，上下这样九代啊，啊，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庄园，一个村庄庄园啊，庄园里住多少人？总在300人以上，
起心动念要照顾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啊，有没有相争？有，读圣贤书知道争有分寸，不能太过分啊。尤其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吃亏是福啊，自己愿意吃一点亏，让别人占一点小便宜，这个值得。这样的人家会代代兴旺，处处想占别人便宜，有这种念头，有这种行为，这是败家的现象啊，他的家庭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到最后家破人亡。从哪里来？从缺德来的。他不积德，他积恶积怨啊，想占别人便宜。我们不能不懂啊，一定把路走正，不能走偏，不能走邪了啊。人走到利害胜负，损人利己，结分成仇啊，仇冤仇啊，所以一切不顾，家破人亡。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真看到了啊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前是现前，后是来生因果报应，多么可怕！啊，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？别人干了，看到别人干，自己要不干，好像落伍。别人最后破家亡身，那个不顾前后的后，后是来世的果报。来世不但是堕卧道，卧道出来，如果再得人身，冤家遇到了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你说这多可怕！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我们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再穷再苦我也不敢欺骗别人，也不敢夺取别人。为什么？那是罪上加罪。这也是现世的报轻，来生三恶道的报重，不能做。前后注解里头，前因后果。有会所里头说，前不顾是非，什么都敢干。不知道因果，后面不顾机心，也就是舆论对你的批评，他不在乎，他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，
啊，他只是把利摆在心上，怎么样夺取，用什么手段，啊，这个下面所说的是念老讲的，也就是前不顾明哲照察，后不顾鬼神明细，这两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想想，真有天地鬼神在哪里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我们肉眼看不到。他能看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鬼神多有他心通，我们也有，迷失了。能不能恢复？能，修定就能恢复。啊，你看佛经上告诉我们，小乘出苦，大乘出现，这是佛的入门弟子。我们今天没入门呢，在门外。如果你入门了，入门就是戒定慧，持戒、修定、开慧。啊，戒吃什么？我们学净土，净土经典这一段全世界里讲因果报应，观无量寿佛经、净业三福是总纲的，要常常记住，时时刻刻提醒我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一条就是戒。啊，这是什么戒？人天戒法。你能把这四句做到，你来生不是人生。你不会多三恶道，你在什么地方生存活动，你在人天两道。啊，我们现在得到的人天两道，把人天两道保持住，净业三福第一条你做到了，就能保存住。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条是小乘，是学佛。第一层是人天法，人天是学佛的基础。人天没有学好，怎么能学佛？啊，所以孝亲尊师是根本的，慈心不杀，修大慈悲心、菩提心的根本。啊，接受佛陀舍善的教诲，
生、不杀、不盗、不淫，口不妄语、不良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，意起心动念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这是最低的限度。啊，这个能做到了，往生没问题，心愿持名决定往生。如果这一条没做到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啊，还杀生，不修十善，造十恶业，念佛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啊，但是佛家有特别法，这净土宗，你干的这些错事，无逆十恶，干这些错事，临命终时，遇到善友，劝导你，叫你忏悔业障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你要是真干，也能往生。这是净宗最大的恩惠啊！准许你忏悔，准许你回头，真忏悔，真忏悔是往后永远不造了。过去造是过去无知、贪嗔痴迷惑了，从今之后不造我业，真回头了，信阿弥陀佛照顾你啊！但是你发这样的心，忏悔心，他天天忏悔，为什么？多多少少有轻有重，还是在造啊！自己一定要反省，一定要思维，要观察，不看别人，看自己。看别人作恶，那是一面镜子，照镜子，立刻回头想想，我有没有作恶？这叫真修行啊！看到别人行善，想想自己有没有行善，断恶修善，才能保住人天。这两道啊！啊，这个呢？两种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如果与十恶相应，三途啊；与十善相应，人天。再加上心愿持名，你往生了，问题真解决了啊！这个人叫慈爱，真正爱自己啊，真正给自己铺上无比殊胜的大道，再不会把路走错了啊！学经、学教、读经，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不怀疑，相信啊！真干就是要奉行，奉行就是要从敬业三福开始这是根本
没有净业三福，持戒那个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不孝父母，他不敬老师，这人完了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一个孝，一个敬。孝以父母为代表，敬以老师为代表。师生如父子，立国的精神，历史的记载至少有4000年。那我们生的人生生在中国不容易，与中国要5000年文化要没有缘分，你怎么会生到中国？啊，生到中国的人有大福报啊，尤其在先前这个时代。啊，大家普遍的把传统文化疏忽了，你要真干，要真学，啊，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正落实，变成自己的生活。你每天干什么？我每天就做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样子。给自己看，给别人看，这就是自利利他，这就是行菩萨道。我们看念老最后这几句话，讲不顾前后，啊，前不顾过也，过是过失，也是你的造作，你的造作完全是十恶业。后不顾来报，没想来生三恶道的果报，不顾过业，不顾来报，这八个字我们要紧紧抓住，要时时刻刻想到，太可怕了。你要真的相信，真的明白了，你还敢造后恶业吗？决定不敢啊，一定要断恶修善，要积功累德。啊，后头这个结尾的几句，但求尊胜，不顾两败俱伤，志图快意，不为当来罪报，一切不顾光心诸物。今天这个世界，小从个人，大是看国家。啊，国家要发动战争，为什么战争？为争欲望。
用什么去争？用战争。今天的战争没有绝对胜利，真的是两败俱伤。两败俱伤是不错了，可能你打败了怎么办？没有绝对的胜算，仗不能打了。这是愚痴啊！逼着什么？逼着你在军备上竞争。迷惑到所以然处啊，应该是什么？真正是聪明，能想到前后啊，特别是后，后是来生后世，你真想到这个，应该怎样？废除战争，废除竞争，小朋友从小孩上幼稚园就不可以教他竞争，不能有这种概念，这个概念是绝大错误，所有许许多多灾难的根源啊，三恶道的根源就是争啊，争强好胜啊，啊，制造武器不是对人对别人，是保护自己的，这就对了啊，绝不是欺负别人，要打败别人，要占领别人，不是。啊，我们不想控制别人，别人也别控制我们，把这些不善的统统废弃，统统放下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我教人是，我们是地球人，地球人是一家人，我们不分族群，我们不分国界，我们是地球人，一家人啊，我们不分宗教，宗教是多，那是时代形成的，现在我们明白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多好世界，要想真正走向安定和谐，永远没有战争，中国传统文化群书之要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，圆满这个梦想。那所以有一天全世界人都读群书之要，好啊，这个愿望可以实现的，世界大同啊，决定不可以。幕后念老在此的一结论，知途快意，不为当来最宝啊，一切包括光鲜主卧，如果这个现象出来，我们就晓得地球会毁灭啊，这是地球上的人愚痴到极处，
把地球毁灭了，同归于尽。啊，如果是聪明人，应当重视传统优越的文化，共同的学习。啊，世界大同是文化大同，不是武力，不是政治，不是经济贸易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是伦理道德，是圣贤教育，才能够真正实现大同世界。我们看底下一段，祸福随身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甚苦，如是至尽，无疑无疑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途。这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一堂功课作业。我们看念老注解，富有奸细奸贪吝啬，这就说这个故事啊，啊，说明奸贪的故事，或有富有，或人富有，但奸细嗔心，不肯施予。啊，他真的富有，坚定诚信，虽然富有，不肯帮助别人，社会上多啊，他富有，他拿出来的钱，他总想到他要赚回去。如果他赚不回去，他就不肯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贫富的因果，他不懂的。啊，他以为他很有本事，他比别人聪明。啊，他行好运，他赚得来的，不知道财富是过去生中累积的，才是果报。他不懂，没有财富的人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一生肯布施，晚年日子就好过。有人照顾，有人伺候，我们没有想到来生，至少我们想到晚年，我老了，不能工作了，退休了，我怎么办？啊，老年有福报，才是真正有福报。为什么体力衰了？
啊，不能劳动，样样都需要有人照顾，啊，真有那些人来热心照顾你。你要不修因，哪里来的果？你对人都不善，谁有善意来对你？所以这一生当中，每一天从早到晚要想到啊，我要怎么样布施恩德给别人，将来这些人报恩报德，他来照顾我啊，晚年能够欢乐，大福报。现在人晚年没有了啊！中国的养老院我没有看到，外国的养老院我看到很多啊。我的习惯，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啊，最先我要看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老人公寓。啊，国家照顾得不错，生活不成问题。啊，问题出在哪里？精神生活没有。老人在养老，天天晒太阳，见到人不会打招呼，不会说话，痴痴呆呆的，像木头人一样，多可怜。他在那里，中国人一句俗话说，坐吃等死。啊，老时候到过这种日子，悲哀啊。啊，那么再回忆中国，老人养老，我这个年龄记忆很清楚啊，我们小时候上小学，年龄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啊，看到乡下的老人，他们每天上茶馆去消遣啊，泡一杯茶，老年人老年在一起聊天，有说有笑，而且茶馆里面都有说唱艺术啊，有表演啊，有唱歌的，有讲大故事的啊，很快乐，有说有笑。中国古时候养老是这种方式啊，老人有活动中心啊，那个时候这些中心多半在祠堂，祠堂因为它除了春秋祭祀之外，平常都没有人在那边办活动，所以老人的俱乐部、老人的茶馆就放在祠堂里，还有小朋友念书地方私塾，私塾也在祠堂里，所以小朋友常常跟老人在一起，听老人讲故事，听老人教诲，快乐啊！啊，小朋友尊长知识，这种情形在外国看不到啊，中国民间的艺术唱戏啊，这个戏剧每个地方不一样啊，
啊，多才多姿，再有表演的，怎么样把这些民间艺术再找回来？有没有方办法办个学校，要培养集齐的人才，不能让这些老人过世就没有了，要让他们教育年轻人啊，他们能从事这个行业专门来帮助老年人的娱乐，老年人喜欢什么给他表演，将来的国宝他到老了就有很多小朋友跟他天天玩耍，如是因如是果啊！你要远离小朋友的时候，小朋友就远离你了，老人跟小孩在一起就变成老小人了，很重要，决定这是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啊！老人院变成老人乐园，儿童有乐园，老人也要有乐园，这个社会祥和，人生活在这它有意义啊，不至于像现在许多国外的老人公寓，我们看到很难过啊，但是也无能为力，没法子帮助。中国自古以来他所追求的小孩15岁以前，小孩是要把一生记忆的东西统统念书，小孩的记忆力好啊，教他读书，读古书，古圣先贤的典籍啊，他不需要了解，他只需要念遍数啊，一天念10遍啊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讲一天念10个小时念书啊，慢慢他都能背书。到15岁，一般他所学习的东西全都背会了啊，四书五经啊。15岁以后，老师开讲，讲给他听，他能理解了啊，而且所讲的这些书都是他已经背熟了。啊，老师怎么讲法呢？先听学生。啊，学生学习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已经背了3000遍了。啊，老师先叫学生，你这3000遍念过来之后，其义自见。你有很多地方已经懂了，你讲给大家听听。讲给老师听，讲给同学听，互相交流啊，这就是互相的学习。讲完之后，老师讲评语，老师跟你认真啊，跟你说你讲的不错，如果有错误就
老师给你纠正啊，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，老师让学生把所学的东西讲出来给大家听，这种教学法是叫他开悟啊。啊，你看看佛门讲究这些，唐朝那个时代慧能大师开悟了，五祖召见他，半夜三更没人知道啊，在他方丈室里头让他把开悟的样子说给他听听，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？他说了五句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第三句，本无动摇是第四句，最后一句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说到这个地方，六祖就点头，行，不要再讲了。一步就给他了，他就是第六代祖，忍和尚是第五代，就传给第六代。他跟他们两个人见面，一生只见过三次面。第一次到黄梅去拜师父见面。第二次是五祖要传法巡聊的时候见了一次面，第三次面是半夜召见见一次面，时间都很短，这叫师徒。五祖老和尚说法他没有听过一句，你看他三次见面的机会没听过说过啊。到黄梅参学八个月，老和尚正安置他到对方冲泥破柴，干你的本行啊，道场里头禅堂他没去过，讲堂他也没去过，他在那里冲了八个月的米，破了八个月的柴啊，最后是神秀法师的一首偈子传到他耳朵里去，他知道那个妻子没开悟啊，他找人带路领到他到墙壁上贴记的地方去拜了一拜，拜之后他把它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他这一手记出来之后把大家都吓到了，五祖赶紧出来告诉大家没见性，把这个记子擦掉了啊，大家安定下来啊。下午五祖巡聊
就是把整个寺庙过后拐拐角角都去看一看一看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做？就是跟慧能见第二次面。啊，不这样做法的时候，大家会惊讶。这样看法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巡寮就给他见，就问他：“冲米，米熟了没有？”他们说话，别人不懂。他说熟了，早就熟了，还没晒，啊，还没有晒出来。吴祖听了，用拐杖在队上敲了三下，就走了。别人完全没有看出来，慧能知道开到三下，叫他三斤三根到他房里方丈室见面。啊，他就等到三根，真的一路推门，门没栓，他就进去了。见面吴祖就问他，啊，你说给我听听，见性性是什么样子？说了五句话，衣钵传给他。所以他们跟老师见面三次，三次时间都很短了。啊，我们用现在话说，都不超过十分钟啊。三次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半个小时。你晓得传法是怎么传？啊，中国、古印度真正有无师自通，啊，所以有意来制造无师自通的。古人用这方法用得很成功，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私塾里的教授老师教学生，就是教他念念遍书，那早晨的上课念个三十遍，念五十遍，念一百遍，叫这个，天天是叫这个，累积下来一千遍了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没事讲他懂了。老师讲。讲给我听听，讲给同学听听，分享，大家分享。讲完之后，老师奖品，讲得不错，老师点头肯定，这一门功课就毕业了。小考一千遍。以后怎么办呢？再念一千遍，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了，老师又来考一次，再讲一遍我听，讲得比前面深，讲得比前面广，一千遍小悟，两千遍大悟，好，再读一千遍，第三千遍大彻大悟，三千遍讲完，老师点头，毕业了，这门功课毕业了，可以再学第二门，一门一门的学，没有同时学两门课的，只能学一门，一门毕业了，通过了，自己能讲了。都是自己，不是听老师讲的，老师没讲，
老师听你讲，无师自通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有同学用这个方法，读3000遍，读6000遍，读10000遍的，读20000遍的，他们把信息告诉我，跟我说。真有无师自通，他们自己做实验成功了，所以我就想把这些人招来讲给我听，我来听听他们达到什么境界。古时候教育真是智慧啊，读书千遍意思是修定的，只准你念不准你想，你想是打妄想，定得不到，定破坏。读书就是读书，没有意思，书里都没有意思，你要以为有意思是你的妄想，不是真的。总得明白这个道理，真干就真有成就。中国历代这一些圣贤君子，今天讲专家学者，都是这样的训练出来啊，只要坚信，智慧就现前啊。六祖说得好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感能，无量相好，无量智慧用现在话说哲学，无量德能现在讲科学，哲学科学全知道啊，无量的相好福报圆满去除啊。中国的经书是宝啊，真宝，不是假的，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开智慧，能帮助我们得定啊，能帮助我们一生成就圣贤君子，佛法净宗能帮助我们往生净土，清净阿弥陀佛，能清净弥陀得到的是大圆满，究竟圆满。这本《无量寿经》可贵啊，古来的祖师大德认为这是佛经里头的第一经，啊，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本子第一经里面最好的版本，黄念祖老居士注解，最好的注解，啊，那叫不堪失语，说吝啬，不能修三种布施，修财布施得财富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这三样都是人想得到的，但是通通做错了。吝财吝法，不肯修无为，还要杀生，还要吃肉，
无为布施，第一个就是素食，不吃众生肉，不杀生，这得长寿啊，健康长寿。经文上讲得好，爱宝贪重，辛劳甚苦，如是之境，无以随之。这几句里头，爱宝贪心甚重，贪心甚重，故云贪重，爱宝贪重，身心辛劳生苦，如是之境，一生劳苦，一直到命终，但有所得，只是独死独去，死了以后一个也带不去，一样都带不走，叫独死独去。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！加强书记的说：“无以随者，神识故游戏，才留在自己。”也就是说，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这两句话要记住，真话，常常看，常常想着，人到最后决定是独死独去，无以随者，没有人随你的。啊，所以嘉祥大师说得好：“才留在自界，自界是自己现在，这个是地球，你的财物都留在地球上。”啊，神识故游戏。我们今天见闻觉知是神识，眼能看，耳能听，啊，六根起的作用，孤是孤单呢，没有人陪你，神识故游戏。啊，你一生所想求的，所贪的，所拥有的一样都带不走，啊，留在这个世界。唯有一随身，啊，佛门里就有两句话：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一随身。这两句知道的人很多。但是这两句话被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人，虽然会念，虽然很清楚，但是没有警觉到，还是不断造恶业，还是追求贪欲，搞贪嗔痴，贪嗔痴。啊，这两句话真正搞明白了是什么样子？万缘放下，彻底放下了，
对这个世间一切不去再追求了，不想再拥有了，得大自在啊。为什么？这两句话是看破，这一段经文跟黄老居士的注解都是属于看破，真看破之后放下了，放下就得自在，放下就能随缘，放下就不再造业了。应该每天干什么？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，完全对了。生平所造善恶之业，所感福祸之苦，则不相舍离。你天天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这都是造业，不是善业就是恶业。一般人恶业多，善业少。学传统文化、学佛的人，善业多，恶业少，都在不断呢。所以所感福祸之苦，不相舍离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每天就干这个，天天都有因，天天都有苦，所以经上讲追名所生，他追逐你。义基大师说，善恶因及福报祸福苦，皆追随命所生出。追是追随，追逐或在后世，或在落处，或在苦途。落处是三善道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，这落处。苦途三恶道，畜生、魔鬼、地狱，无法避免的。底下说明了苦痛苦，毒毒祸，形容什么？痛苦之极，所以叫苦毒。经上讲的句句是实话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它做个总结，人的一生把它缩短到一天，从早到晚，意思就是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离开这个身体，全是业报啊！这一生当中，造善业，心生欢喜；造恶业，心生烦恼。
一定要知道，起心动念已经在造业了，叫意业。啊，业分三大类，身体造作的叫身业，口里面的言语叫口业，起心动念叫意业，身与意，或者叫身口意三业。无世界以来，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不是在三恶道就是在三善道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不想多想一天，今天一天我们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？是善语多还是恶语多？身体动作善行多还是恶行多？我们今天一天的祸福，延到明天，今天是现前，明天是后，那到明天呢，从早到晚，这又一天过去了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年复一年，人生在世就是玩这个把戏，不好玩，很苦，谁能救我？佛菩萨能救，佛菩萨教导我们苦离苦得乐，离苦要离究竟苦啊！究竟苦是什么？轮回啊！六道十八界究竟苦，究竟乐是什么？很简单，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没苦。为什么没苦？它没有苦因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起心动念善，言语善，行为善，它是究竟善。我们讲纯善，所以它的果报是极乐。那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不但没有苦的业，果没有，连苦的名称感觉都没有，叫六心力究竟苦。我们得干这个事情，这个救度众生叫彻底救度了。今天我们帮助全世界人离苦得乐是短暂的，所以没有帮助人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大了，那是帮助他的究竟乐，离究竟苦。我们为什么要修复？就为这个啊。但是我们每天不能不工作，不工作活在这个世界干什么？是有工作的，
这个功夫一定要利益众生，决定不要想到利益自己，利益自己是罪是苦，利益众生是乐，不管做成做不成都乐，做成了快乐，做不成了众生没福，遇到障碍不是我不做，是众生没福报啊，所以对自己来讲还是乐啊，不为自己就好啊，啊，念念不要把众生忘掉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诸佛菩萨只有一个念头，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啊，它不是一个地球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它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，我们要发这个心，这心量多大，心量越大越快乐，越小越痛苦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。